大家好，今天跟我老公小九，还有徐姐，还有阿平，还有小勇、小七，还有勇姐，我们一起来小峰家里面。小峰家里面今天搞了个什么庙会，就是会吃，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在这里蹭吃蹭喝啊。你看小九说，停，我没有蹭吃蹭喝。但是你跟我没关系，我是来做客的哦。你就是蹭吃蹭喝。来，你女朋友呢？你女朋友，你不是跟她去买奶茶了吗？你不是去买奶茶吗？我不知道跑哪里去啊。喝，奶茶都走丢了啊。喝，喝。为什么你们两个，我们一起坐在那里烤火了？你们偷偷摸摸一下子去哪里去了？一下不见了。小九说你们去买奶茶。没有啊，徐姐说跟你去买奶茶。是啊。对啊，她跟我们是这样说的。奶茶嘞？到哪里去？是不是你喝完了就回来了？肯定是。看我们人多。不舍得给我们买，是不是？你看还有什么？当然。徐姐怀孕了，真的。反正我就这样子的。是不是？徐姐是。你们怀孕差不多。你们怀了没有？没有，我没有。一个大给你看一下。凭着了没？我都凭着了，你看。大哥，他代表我凭。别把裤子扯烂了吧，来丢人了。裤子扯烂了。来了。来了。徐姐，徐姐，来。快点，我哪里去？刚才。你们两个又一起，你不要把奶茶藏在床上。过来。拿出来，拿了，那藏在车上干什么？你看他藏大哥车上，我们没份喝呗。拿过来，大哥不老实，还说没喝奶茶哦。为什么你一出现了？哎呀，徐姐，刚刚又说，哎呀，分开走的，怎么一前一后啊？哦，肯定有目的的。哎呦。第一次见大哥跟徐姐牵手了哦。我都要这样子了，这个我们两个才是一起的，我们俩是一起的，我们两个一起的。哦呀呀呀，这个来，要不要合个影啊？来，一二三，茄子，哇，好浪漫哦。浪漫。你们两个先浪漫吧。你们去走那个什么小树林啊？奶茶都没有我们的份，今天不和你们玩了，奶茶都没有我们的份。喝，拿过来啊，喝。来，那怎么拿它？我都说了吧，好事将近，知道不啊？你还有什么消息要透露一下？你那个送我一台手机，我告诉你。哎呀，这样子就哎呀，算了。我就跟大哥上次还跟他说，哎呦，说又来了。什么时候准备拿证啊？最重要的那个证，是五月。不是光棍证了，也不是五保证。光棍证有没有光棍证的？没有光棍证吧？是五月20号还是什么？反正越快越好嘛。哎呀，那今天早上去了吗？今天早上没去，肯定现在还没上班哦。去卖果，冷天果没那么好卖。哎，你别老是想着卖果，抓紧时间哦。哎呀，就趁着这个时候多卖一点果啦。那我到时候多凑点钱啊。难怪我上次去他那里吃的那个，他吃醋了，我说我还什么醋啊？喜欢你。哎呦，大哥买的哦，快点，你们快吃，多吃点。光棍了，这个叫光棍。都来了，不吃了，不要。这个还可以啊。甜哇，甜不甜？你看他干嘛？你能不能看一下我？你现在看他的次数太多了。这个才好吃啊。